先生啊，都話今日 full booking 冇位咯。我今日大把時間，你聽下有冇人 cancel 啊？我可以 save 時間喺度等㗎。隨便你啦。識過喎，呢間醫館好值得等㗎，早上兩代啊，成百年歷史啊。我醫師本係大公司嘅老闆嚟㗎，佢阿爸早兩年過咗身，佢要繼承祖業，所以佢空餘時間先出嚟行醫㗎。我醫師好好人㗎，佢經常啲贈醫師藥，又唔收我哋錢㗎。醫師入邊，先生，我哋睇埋阿婆婆咧收報噶啦，你聽日再嚟啦。好啊，唔該。首先，阿婆婆，等咗咁耐，林強終於有機會接觸霍曼聯。眼前呢个系将霍曼联绳之于法嘅最好机会，所有人打醒十二分精神。Yes, sir. 目标人物注入医馆解剖。就是你說是啊，成頭大汗的，哪裡不舒服啊？不知道。左手呢？左手呢？你什麼事啊？沒什麼事啊，心跳百幾啊，什麼事這麼興奮啊？我不慣被人捉住。你過去，過去，過嚟啦！除衫上床瞓呢度，我幫你做檢查。有必要嘅，我同你做埋針灸。除衫啊！得。唔使緊張喎，鄭義強先生。冇緊張，安全噶嘛。我哋有同事保護你。快啲啦！男人你仲不除衫？我不除啊，我怕针。你惊针就不怕死啊？你好得意喎！唔除啊，唔得。快啲叫医师出嚟啊！医师，快啲睇下佢。救命啊！好难啊！唔使惊，冷静，吸翻嗰度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。唔得啊！阿林，跟住林强，唔好俾佢哋搞佢。Yes sir。静啲嚟，我帮你叫救护车。好似冇咁痛啦。真系？坐喺度唔好喐，我叫人俾杯暖水你。俾杯暖水佢。哦。向好嗰方面谂，起码今日冇黄道，大家唔使灰心，收佢。Yes sir。我都想同黄生交代声啊。小事，我开副药俾你，药到病除。唔系咧，我都系想攞个长假去泰嗰啲佛寺咧祈翻个福啊。表妹，我知你信佛，相信因果报应。咁你更加要相信黃少忠嘅死，因為佢情緒唔穩定，冇人需要負責任，做乜要黑住自己半死啫？但係佢真係因為我哋單工程啊嘛。呢一個就是萬年建築未來嘅計劃，表妹你有份㗎，你要相信我，只要肯繼續努力，莫講話拜佛，喺任何一區起間佛寺都仲得。你都系俾我考虑下先啦，表妹。
吩咐阿彭堂木留意夏姐，發覺有咩唔妥嘅，想辦法制止佢。劉小姐，我係 ICAC 總調查主任司徒啟文，呢位我同事鍾巧玲。唔好意思，我冇嘢幫到你哋。劉小姐，你睇一睇張相先啦。冤有頭債有主，我都係幫人打工嘅咋。黃生啊，希望你早登極樂啦嚇。我想你对于黄少东的死耿耿于怀，我知道你是虔诚的佛教徒，早啲出嚟指证霍曼联，代帮佢赎罪，唔好咩？我想你相信因果报应，但我就相信天网恢恢。霍曼联做咗咁多衰嘢，佢一定走唔甩。但系佢始终系我表哥嚟噶，刘小姐。三世因果经有讲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前世因今世果，后世果我哋无能为力，唯有当下嘅决定先至系由自己主宰。今日做嘅好事，换取将来好嘅果报，我谂呢一个先至系信佛同埋学佛嘅真正意义。你讲得好好啊，但你哋就当我懦弱啦，我都系一个凡夫俗子嚟啫。唔好意思，我真系帮唔到你哋。喂，做咩啊？陈飞，做咩啊？我呢边，志哥，阿南呢边要咩啊？喂，快啲过嚟！你放手啦！陈生叫我哋带你走噶，我唔想去啊！行啦，睇住我攞住。车嗰边啊！曼联建筑垄断港九新界多处屋苑的工程，令到不少小业主受害，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打低大老虎。今次的行动代号是猎户，我知道拘捕行动之后还有很多调查工作要做，大家继续努力，辛苦大家了。 Yes Madam， 出发。出太陽啦，行啦。